好翻到嚟，第二节都系星期五嘅拍鬼嘢饮啊！咦，我哋好耐未试过啊，唔系呢轮都第二，唔系第二节通常都已经星期六噶啦。系啊，今次直头系第二节都系星期五开啊，几劲系咯，好似系第一次我谂，即系如果唔计特别节目，好似特别节目都过一点，过十二点。我记得第二嗰第一节好长，系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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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印象啦，總言之，今次就兩節都是在星期五開的，即係貫徹翻，終於都可以啱翻 Edward 嗰個 promo 啊！係啦，係啦，十一點每逢星期五晚十一點，俾嘢飲。嗱，呢幾句説話擺明就係拉布嘅，咁就話俾大家聽啦。要打嚟呢個26209634嘅風扇，就好多條線，但係一個接線生，得一個接線生。你都未搞到我手忙腳亂嘅咁多集。嚇，係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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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头先虽然话阿 wing 有第二则小新闻啦，咁不如大隔一隔先啦，等佢啱啱食完嘢休息一下，等我讲翻另外一个今个礼拜嘅鬼故，因为我上个礼拜已经冇讲鬼故。系咩？其实我上个礼拜就系、是都系喺灵异小新闻嗰度插科打诨啊。唔系阿卡嗰度啊，系啊系啊，嗰度赖下啲啦，唔系我主力讲嗰啲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文章，根本上上个礼拜嗰篇文系冇讲过噶啦。咁犀利，咁买书会见到噶呢、這个？唔会啦，定晒稿嗰啲嘅更加咩？咩电筒有光照不到嘅地方？你想照边度啊？系啦，你想住边度？学人捻声先。咁咧，其实咧，原本咧，今个礼拜就礼拜一嘅时候咧，端午节啊嘛，咁所以咧，点解我原本咧就系谂住讲一个由龙舟水引发起嘅古仔嘅，即系其实本来谂住今个礼拜都系讲翻，因为上次讲过泳滩啊。今次其實想講泳池嘅、因為上次其實我講講緊即係水鬼嗰集咁樣嗰啲咧，其實我都已經係有啲泳池嘅故仔嘅，因為大家知道我有透露過噶嘛。你有透露過你做救生員？唔係我做教練，教練你唔係個做救生員，救生員係另一個啲人嚟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嗰時做教練嗰時候，救生員係。某君嗰个爹哋啊嘛，系啊系啊，记得啦，我记得啦，有详细听翻之前啦。咁我嗰时系1999年到2000年啊，两季去教个游水啦，其实几好搵噶。而家点解唔教咧？咩？而家身体有事啦，你当系咯，懒啦，同埋我即系都停咗。唔记得咗点解我去到2000年，跟住停到而家。咁十幾冇啊，冇，咪中間都有游過下水嘅，咁有段時間我曬到即係咩去即係去泳池係查黑鬼油，曬到好黑嗰啲嚟嘅。而家完全唔係嗰樣嘢。係啊，而家只不過我嗰時就算點曬黑都啲人話好神奇噶啦，已經我去到9月10月度已經開始變翻白色噶啦，即係黑。个零月就冇噶啦，系咯系咯系咯。咁我嗰时教游水嗰时都会听到嗰啲救生员讲嗰啲古仔，有时吹下水啊嘛。因为有一次就系咁啱就系我要等啲学员啦，吓、即系等啲学员你一班教几多人啊？我八卦。我嗰时教五个，哇，咁细班。通常都细个嘅咯，系咯。有人用咗某个人 account 喎。系咯，用咗第二个人 account 喎，大家唔会知道嘅。你系炸啲嘢咁，唔系泳池唔系 A V 嗰个啊。系咯，你以为我你仲记得起嗰、那个？泳池嗰啲就唔甜嘅，咁系咯。你要填嗰啲睇翻 A V 嗰个啦，详情啊，可能受气实况主场礼拜五有讲过下嘅，系咯，你啊中意啊去听翻嗰啲啦，啊90%嘅男生都会认得嗰个泳池啊嘛，咁我好合理啦，同埋即系暑假先教游水就通常都会系咩啦，通常都会系农历七月啦，其实相叠住。暑假系啦，八月暑假嚟噶嘛。系啊系啊系，咁嗰段时间都会仲教紧啦，咁嗰啲就倾偈开偈就话喺呢个泳池就其实嗰个泳池咧就系喺
点讲咧？点噶？喺边个区嚟讲？讲得喺边个区啊？长沙湾区啦。咁长沙湾区都有两个嘅。有两个咩？有两个嘅，因为我都嗰时周围走嘅，其实都走匀全港。点解我记得得一个嘅？有两个嘅，有一个偏啲、嗯，有一个有一个系靠近啲荔枝角天桥嘅。啊，唔好讲明啦。另外仲有一个嘅。吓吓咁吓，自己估下啦，系系咯系咯，咁嗰、那个其实嗰度咧都出名咩噶啦，出名劲噶啦，系啊，即系我而家要讲嗰个咧，出名劲，因为佢旧阵时啊、哦、附近一带又话乱，唔系住九龙区，所以唔因为嗰度其实再讲落去就好出噶啦，嗰度有一个乱葬岗啦，近时讲系有历史记录嘅乱葬岗嘅地方啦，咁啊深水埗嗰边噶咯，然之后嗰个地方又系有间博物馆啦，而家变咗。咦，好出喎、啊！好出噶啦，我噏个名嘅咋？好出喎、啊！吓、啊，咁其实咧，过往都有啲古仔咧，其实零零碎碎都系喺度讲嗰度咧系成日浸死人嘅。嗯，吓、啊，即系呢啲好耐之前噶啦，其实即话浸死人嗰啲，经常都系会话见到人嚟浸亲嘅时候咧，其实啲救生员讲翻，见到人浸亲嘅时候咧。其实在同一时间他望下去的时候呢是看到有第二样东西在这里。即是有东西掹了他。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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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走是啦是啦。他就是即是这个救生员跟我讲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农历七月呢其实他大家尽量少一点去那个训练池那里。哦，即系有分大池训练吓吓吓，咁、其实主要嚟讲咧，佢话系嗰个月份唔好去咁多训练池啫，但系其他月份咧，即系系度度都系有嘅，我顶系啊，顶吓，即系佢会轮流嚟，吓嗰度会轮流嚟，哇会搞咗吓，咁佢就讲到咧，就系话有一次咧，其实佢因为都是早午晚的三场噶嘛，泳池咁样、嗯，通常发生的时候咧，都是夜晚。夜晚。因为夜晚咧又难睇啲嘅，其实。哦，即系好似出版讲半夜三更都唔知睇唔睇啲清楚嗰个系人定乜嘢？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啊、你落水嘅时候咧，夜晚嗰个气温，即系呢个可能系纯粹个人嘅感受啊。落咗水嘅时候咧。夜晚的时候是特别因为会冻啲啊啲水，你是容易啲，就算戴住眉镜都好啦，其实会容易啲眯埋咗对眼。哦，咁样嘅。系啊，系咯，因为呢、這个系可能我啦，因为平时日头嘅话咧，我系可以好轻松张开眼啦，即系戴咗眉镜都好轻松张开眼。我再次离身。系，你唔识游水嘛？系啦，所以我唔知道你讲紧乜嘢。但系当啲水冻咧。掂到个鼻嘅时候咧，就自自然然会眯埋噶。系、啊、我教亲游水嗰啲都啲学生都系会咁样嘅。即系一冻嘅就会好容易啲咯，系啊，就算唔系游水都好啦。平时自己冲凉咧，我冲热水可以兜头淋噶。嗯，即系迎面淋水噶，我系可以噶，擘大眼喺度捽噶。但系咧，一开冻水就咁花洒，即热天嘅时候花洒咁射落嚟咧。我系擘唔大眼噶，唔知系唔系点唔知点解啦。咁即系喺呢个情况下咧，喺水里面系未必睇得咁清楚嘅，即系嗰个情况、嗯。即系我想讲就话咁样。咁嗰、那个救生员咧就话咩咯？佢喺个壳有一晚就喺一个看台上面。嗯佢又望到水里面有人浸亲。咁啊，佢本能就應該咩啦？係跳落去啦，咁然之後好快咁樣過去咩啦？去救人咁啦。咁佢就即係已經好快已經游到去，同埋訓練池都好啦。其實到地噶嘛，咁一即係其實就算係即係應該唔會慢啦。簡單講可以借力啊，即係各樣啦喺嗰度咁樣。已經去到一路落到水，佢係見到，正如嗰啲傳聞所講咁樣，係有多件嘢嘅。
多件嘢。系啦，嗯。咁但系咧，佢入到去嘅时候，即系佢就摸到嘅时候咧，咦？摸到就摸到，即系佢就去到目的地啦，即系个人嗰度。哦，即系去到要拯救嗰个人嗰度啦。乜都冇晒，咩话？系乜都冇晒，去到。我以为有个嘢拯救，再掂多啲嘢添。佢直头系乜都掂唔到，而发现。水面其實是很平靜的，幾乎只有他一個，因為夜晚其實不是有某些時間未必那麼多人的，其實都是的。然後呢他就游回水邊，即是池邊，什麼都沒有，那當然走了。是的，是的，游回去池邊的時候呢，他都未回到池邊，應該這樣說，他未上岸，一望到池邊上面呢，就另一個老資格的救生員问佢你做乜嘢啊？你做乜鸠啊？系啦，做咩跳落水啊？咁然之后佢话你唔好玩嘢，即系讲大概呢啲嘢啦。唔好玩嘢，系吓亲，仲唔好玩嘢？咁佢当时都即系听佢语气都几唔友善咧，即系佢唯有死狗认错咯。佢话啊，唔系我眼花。哦，咁样啊！系啊，系啊，自己近咗佢啊！然之后嗰、那个即系老资格啲嗰个话小心啲啊，唔系吓亲人啊！吓、啊，其实即系佢知咩事吓，咁、啊、但系其实佢讲翻俾我听嗰时咧，即系讲呢件事俾我听嘅时候咧，佢就话佢唔知道嗰个老资格嗰个人有啲咩含义嘅。但是我咁谂、哦，究竟老资格嗰个佢睇唔睇到啊？佢冇透露，佢到嚟而家讲俾我听，即系嗰阵时讲俾我听咧，其实佢已经冇做到噶啦，嗰阵时嗰、那个。哦，咁样。佢、啊、只不过讲有件咁嘅事咧，就话佢唔知道嗰阵时究竟发生咩事，佢净系自己惊啫，所以佢惊之余，然之后遇到个老资格啲嘅咁样话佢嘅时候，佢咪沙冧咯咁样嗰只啦。咁然之后咧。其实他之后呢去到这个更衣室的时候呢，他还那个老资格那个还跟他说你小心一点啊，如果不是吓亲的人啊，那些东西啦，然后没有理他，然后就换了衫走。咁但系咧，即系就咁收工走人。系啦，系啦。咁呢个同我讲嗰个人就咁讲啦。佢话咁，既然都冇嘢好问啊，冇咩答案嗰啲嘢，咁咪算咯，谂住冇乜嘢啦。又不以为然咁啊？系啦，真系不以为然啦。咁跟住咧，好几个，因为佢偏间成个礼拜系咁样嗰啲啦，咁都系。又跟住都系成日都系夜间嘅，咁但系都冇事发生嘅。哇、哦！即系佢系正常，咩事都冇。吓、啊，咁去到临转间嗰一日咧，即系其实佢哋嗰啲间咧，其实可能系中间临夜间嘅啫，唔会净系夜间，因为一唔会净系一场嘅啫。哦，即系分三间。吓、啊、即是其实是踩两间踩两间那些的，我以我所知道就是即是旧时啦，现在不知道新就是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不够钟数搵钱的，你一间得个四五个钟头搵得几多少是吗？是啊，哦啊，即我真的不懂 啊即是这个我不知道。那他冇提一个礼拜咁啦，当佢要转另外一间嘅时候咧，又系同样夜晚啦。咁其实佢哋去嗰个更衣室咧，其实系啲自己职员嘅，即系自己唔会用嘅更衣室。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咁正常啦，系啊，系啊，冇人捞埋一齐嘅。系咯，咁然之后咧，佢就喺冲身嘅时候咧，佢一路哼歌。佢自己哼歌啦，即系有阵时有啲咁样啦。咁然之后咧，突然间佢就听到，成个浴室基本上嗰晚得佢一个嘅。吓、啊！佢听到第二个位置有人开水，自动有嘢喐啊！你要知道泳池嗰啲花洒系要通常咧自己揿就。再理身，我就唔知。我就而家话俾你听啦，即系要自己揿喐佢，然之后开一段时间，佢就会停。
又要再按一下。即是不是好像自动洗手那些可以一企在那里。我说的2000年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那些还是要自己按那些。啊、即是按一段时间又不是会被你扭住在那里那些。那他就听到有花洒声。哦、然后有另外一把声哼紧同佢哼嘅一样嘢，咩料啊？咩料、啊？系咯，咁佢一听到嘅时候，佢定个神嘅时候咧，直头系听到一声好大声，佢听到一声嗌救命，嗌救命，即系佢系听到有人跟佢哼歌、哦，听到哼歌之后有人嗌救命，佢就以为。出面有人是啦，个救命声是之前的，咁冇理由噶，因为之前应该清咗场噶嘛，咁佢大有理冇理都冲出去先，嗯，吓、啊、都去翻个泳池嗰度睇下。咁佢嘅救生员有咁嘅职责嘅，佢觉得自己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其实上到泳池咧，有一样嘢夜晚咧有一个情况咧，其实系好容易睇到泳池有冇里面有冇人嘅。点解啊？行山嗰啲人可能会知道有一句说话，就系叫黑泥白石江水氹啊嘛。黑泥白石江水氹，即系如果喺森林里边啦，即系当你行山嘅时候，见到地下系黑色嘅，嗰啲系泥，吓、啊，白色嘅系石，吓、啊，反光嘅系水氹，水氹。所以咧喺熄晒灯嘅情况下，点解话睇好容易睇到泳池有冇人咧？即系我答。黑咗嘅嘢就係人啊！唔係，如果個水面啊，係可以反光，你咪見到佢平平靜咯。係啊，如果佢係濺起咗水花，你係一睇就睇到噶啦。其實啊，係喎，佢泳池係冇人喐嘅話，應該係平噶喎。係啊，即係會好靜噶。其實唔係海喎、啊。咁佢就係其實上到去咧睇到嘅時候咧，其實好靜噶。咁佢已經好奇怪啦，點解頭先有人嗌救命嘅？咁佢即管都走勻全場去睇下有冇其他位置有啲乜嘢，但係所有地方都係冇任何嘅嘢。咁樣嘅？係啊，但係佢就見到有一個有冇著衫衝出嚟先？有啦，梗有啦，梗有。攞住衝出嚟？係咯，著翻條褲都要啦。你估真係甜褲咩？即系佢着翻条裤都有啦，咁佢然之后咧，佢就见唔到有任何嘅嘢啊，咁但系佢就谂起上个礼拜见到嗰样嘢，佢觉得因为佢上个礼拜见到佢听到嗰声救命声，可能系佢上个礼拜掂到之后消失，即系几乎掂到之后消失嘅嘢。哦。似是那样东西，他觉得是啦是啦是啦，他就是，所以他之后呢也都问回又问了另外一个人，即是不是上次骂他那个路鬼，是另外一个路鬼，又另一个路鬼，是啦，应该都挺多挺多老爷的，应该挺多资历深的人，应该是资历深的人，不一定是即是不一定是老啦，那他而且应该说他是资历再深一点，其实是即系再耐啲喺呢个泳池。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佢知更多嘢。佢一开口问佢喂，其实呢度有冇咩噶？我直接问咯，今次。系啊，因为佢上次即系佢问到，其实佢都未问到尾嘅，应该咁讲。即系问到有冇？有冇？系啦，咁佢然之后佢话系咪有个女人同你求救啊？即系好醒目咁，已经知道你讲乜嘢。资历深嘅，即系知有咩事。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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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啦。咁佢就其实讲完呢度，其实已经讲完噶啦。即系肯定有、哦，如果咁样讲。佢知道系有咁嘅事发生，亦都知道会喺边度出没咯。即系佢唔係第一個人見到啦，係啦，同埋佢懷疑第一個同佢講嗰個都知道嘅，因為佢冇問啫嘛，係喎，係啊，你會嚇人啫喎，即係講，係啊，咁因為其實點解呢度完咧？其實之後我都冇乜問，因為我啲人嚟嚟曬啦，咁我就去教人啦，咁樣咯，哇，嚇，咁啊勁喎，係啊，好多噶嗰度講，講到咁誇張。
check room 都有个话柴湾嘅泳池，咁有救生员话一边更衣室长期封住，试过有人咩？有一晚啊，林救生员咩啊？林失救生员临走时听到好吵，于是行入去睇，佢就见到旧嘢喺 locker 度跳嚟跳去。哦，一对红色嘅眼啊！哇，咁似乎都好劲喎，红色眼，咁似嗰啲咩防盗眼星君啊？防盗眼鬼故嘅。吓吓唔系其实喺我教过游水嗰阵时，其实嗰阵时主要九龙啦，去到香港都去过。即系柴湾呢个你有冇去过？柴湾呢边又未去到，我去最远去到大口环啊，大口环系咪香港噶？我唔记得咗啦。总之我有一个去到南区嘅啦，南区啊，系啦。哦，咁最主要听得多嘅咧，其实系我听得多嘅就喺九龙喺深水埗呢头啦，同埋观塘咯。观塘咪即系好近呢边。观塘鸡寮嗰度有一个泳池噶嘛，哦，都主要都系听呢啲听到，其实都几类似，我怀疑传来传去嘅，其实即系都系类似会有人浸亲，系啦，有人浸亲，因为其实再加上你谂下喺再以前咧，啲新闻未必咁流通咧。可能同埋近時嗰啲資訊冇咁流通咧，其實死咗幾多人你唔知噶嘛？你如果而家一死人就報噶啦，一死人差唔多都即報咁就係啊，然之後就揚曬又話你哋就會追究你哋究竟嗰啲安全條件係點啊？近時可能係近我唔係懷疑啲救生員嗰啲質素啊，但係意外嘅近時可能容易啲咯。點講咧？消息冇咁流通，封閉啲咯。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同埋有啲地方係個都係牽涉，就係、是、其實都係牽涉到同學校嘅鬼故一樣咯。就係佢以前係亂葬崗，即係等於我頭先講嗰個地方都係啦，就係咁樣啦。但係你頭先講嗰個地方又真係記錄上係亂葬崗嘛？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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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你 check 得翻嘅嘛？呢、這個真係。係啊，係啊，其他嗰啲地方都唔肯定。唔肯定。其他有好多地方可能係類似，其實所謂亂葬崗可能係行刑啊，咩打靶場啊，係咯、啊，打靶嗰啲位咯。但係你而家追唔翻嘅，因為佢唔會記錄噶嘛，啲打靶位。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真係有個地方嗰啲就得幾個啫，其實。因為佢真係打靶，隨時就會啦，咪砰咁啊，拜拜噶啦嘛，咁點知啫？度度都有死人噶啦，講真嗰個時代。係啊係啊係啊。喂，好呢、這个时候又呼吁下呢个封烟先，2620-9634，随时可以打翻嚟啊！我而家条气越来越挫啦，因为你越嚟越似可以冷声、哦，冷声做鬼故、哦。我惊我唔系冷声，我系惊变咗扯黑呻吟嗰啲。点？你仲衰？系啦，要收多啲钱啊！173嗰啲咁样。你可以试下，你可以试下吓。咁又交翻俾你讲呢个第二宗嘅小新闻。好在今个礼拜你有两单小新闻啫，我今日真系唔够气啊！其实今日有两单，咁另一单咧系又发生几时嘅先？都系呢几日发生嘅，系而地点亦都系香港人好中意去嘅台湾嘅，嗯。咁話說咧，咁就上個月喺台灣新北市有個30歲嘅女士咧，喺月底嘅時候就失咗蹤，係，咁就報咗案嘅，咁就上個月31號下晝3點到啦，即係據報道，就離開咗屋企，係，跟住就一直都唔見咗。跟住就警方调查啦，就发现咗呢、這个30歲嘅女人咧，就喺上个月30號个夜晚咧，曾经喺台北市嘅肇庆北街上面出现过。系买咗嘢之后，佢话喺超市出现啦，消费咁即系买咗嘢啦。系啦，出现过之后咧，就去咗华山草原方向走咗之后。
就唔见咗啦。吓、啊，咁佢就佢都查到几细致噶咯。系啊，都好细噶啦。嗯嗯嗯嗯。然之后咧就再查啲警察，台湾啲警察再查，咁就发现佢当日即系失踪当日啊。嗯、曾经上过蛇战班，咁、哦警察就怀疑嘅，一度怀疑教佢蛇战嗰个教练有啲嘢，咁、啊、于是就盘问嗰个陈姓嘅教练，吓、啊但系嗰个陈姓嘅教练就坚称唔知道呢个女人去咗边嘅，嗯，即系当当未必关事，系啊，因为唔知咁、嗯、你系去过呢个堂最后见到佢啦，然之后咧，去到傍晚啊，即系再到前日傍晚，哦，即系大概，即系呢个系报道讲嘅前日，即系大概系17号到啦，6月17号到啦，系，即系隔咗都成两个几礼拜之后啦，即系唔见咗之后两个礼拜到，台湾嘅警察再传讯佢过嚟。盘问，嗯嗯嗯，咁啊，卒之咧就得到个消息，即系卒之撮到佢出嚟啊，系撮到呢个陈姓教练出嚟，就系佢将呢个失咗踪嘅女人咧就杀害咗嘅。吓、啊，有冇问佢点解嘅咧？咁佢又要再撮佢啦，暂时就未知嘅。但系呢个最恐怖嘅事咧、哦，但系佢而家就系透露咗佢，透露咗佢点杀咗佢之后。嗯、有啲恐怖嘅处理嘅，佢系将呢个失踪嘅女人咧斩开咗七份，吓，我觉得好恐怖，七份，即系一嚿嚿斩开晒，分七袋掉落去，嗯嗯嗯嗯嗯，我觉得哇，你想点啊？哇，极度恐怖嘅肢解案啊，我叫呢个做，咁就将佢呢一个女子咧就斩咗七份。掉咗去一个华山嘅地方度嘅，系咁到咁呢个都咁样，你听落似系都系一个凶杀案啫，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同灵异嘢有咩关系咧？究竟嗯，咁就其实就系喺佢揾呢啲尸体嘅时候就发生咗啲事，系咁嗰时发生咩事咧？嗱，咁就喺佢确咗佢知道咗个女子受害之后嗰日。朝早咧，啲警察就去捉佢，去盘问佢啲尸体一袋袋想揾翻出嚟。第二日嘅时候，哦 ，Chatroom 有咦有讲翻，原来台湾嘅新闻系讲嗰单案可能系想灌醉佢，但系强奸不遂，迷奸都搞唔掂，但系佢就杀咗佢，系咯。但系咁又讲翻啦，咁就去。找那些尸体，嗯嗯嗯，那你斩开七袋啫，你话他都话翻，即系要向警方话翻俾佢听，我啲弃尸地点喺边啦，咁样，咁佢就根据即系捉埋呢个陈姓教练啦，就上到去个山度，逐袋逐袋咁样去找翻出嚟，嗯嗯，咁由朝早十点钟开始上山，系，跟住就找到下昼两点。咁就逐代逐代揾翻出嚟嘅，咁就揾到啲揾翻佢嘅身啦，揾翻啲手啦，揾翻个头啦，揾翻啲脚啦，但唯独是有一样嘢揾唔到嘅，系即系争一代揾唔到，就系佢嘅呢橛手臂，手臂两只手手臂揾唔到，系有人要你饮水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鼻尽量鼻噶啦，我饮有饮啊，我敏感啊而家。个状态系啊，好惨啊！唔好俾人肢解啊！你系啊，跟住咧就完全揾唔到，咁点做好咧？警察咁、你揾唔到，咪戳嗰个疑犯咯。咁、再戳嗰个疑犯，但系嗰个陈姓嘅疑犯咧，就话系我系喺度掉嘅咋咁。系咯，我咪喺度掉，你快啲嘅，咪喺度揾咯。我冇摆过第二度，一定喺呢度。系咁。无奈啦，咁你继坚称喺呢度，咁我警察咪冇办法之下就割草，割杂草，吓，咁去再掘再揾啦。点知揾到晏昼六点咧，都系未揾到嘅。嗯嗯嗯。但系同一时间咧，
負責守山的警察和消防人員呢就想起了一件事，是他今天去掛著找些屍體的一代代，這些屍體呢就做漏了一件事，是就是忘記對這個死者做焚香祭拜的，於是就即刻找人張羅這些東西回來就做回個祭拜先，是再禱告，嗱我而家咧就幫你揾嘅啫，咁唔該你快手啲出翻嚟，咁樣類似咁樣啦，我估。嚇嚇嚇！咁就隔咗冇耐咧，就喺頭先即係上晝咧揾咗成朝嗰度咧，嗰度地方咧嘅一個即係佢揾到頭顱嗰袋嘢嗰度附近，係就揾到最後呢一袋雙手嘅手嘅嗰一袋最後嗰袋屍體啦。呢、這個就係最。得意嘅就系你就系讲嗰样嘢啦，好似人哋啲武功咁咧，你就诶拜拜拜先揾得翻出嚟。我提过之前系讲过个古仔系关于武功噶嘛，咁然之后有人跳楼死，然之后揾极都揾唔到只脚掌。系咯，其实好类似呢啲咯，佢要咁样要即系拜翻，咁啊最后揾得翻。系咯，通知声，揾翻原师，话翻俾佢听，我嚟帮你嘅，唔系咩嘅咁样嘅，然之后就出现翻啦咁样。咁我係點講呢，係真係圓圓嘅，真係你咁樣拜佢先出得返嚟。係呀係呀係呀，喂因為佢而家同埋如果根據佢調查嗰度，而家暫時純粹佢供出同埋係喺呢件事有呢一忽嘢先至會俾人嚟講嘅啫喎，其實係喎，其實點講咧係恐怖啊！佢係斬咗咁多份啊，但係我發覺好似香港啲媒體冇乜點講過。哦，咁未必會報人哋啲地方嘅即係碎屍案都講真的，有好多好多嘅案件係發生緊嘅。咁又係咁如果要講，其實大亨早幾日講嗰個香港嗰、那個有個僆仔跌落嚟嗰個，係啊，嗰個梗係報嗰啲先啦。雖然冇咁殘忍，冇咁成，但係嗰個又係奇怪噶嘛。係啊，係啊，係啊，你係啦，你諗住翻翻入嚟啦，個僆仔即係俾嗰個談判專家水翻入嚟啦。到時又差錯腳啦，點知無端端又差錯腳跌翻落去，然之後咁啱嗰個位又冇氣剪喎。是啊，你准备了很久的嘛，戏子你在上面谈过嘛，这些就是阴差阳错咯，真的完全又是真的巧合咯，只可以说。还有刚才说的那些就是拉回来你这单案那样，其实碎尸那些呢很多时或者碎尸的失踪呢这些经常性都会什么的。经常性会咩？都会有类似招魂啊呢啲咁嘅嘢，去查噶佢哋经常。我经常听到就系有好多，当佢毫无头绪嘅时候，真系会向呢啲方向去咯。问米会唔会咧？如果咁讲，我可能系佢哋可能系用符机多啲啊。符机啊？或者是直接是通靈那個形式應該不是文米那些東西咯，即是跟回西方那種通靈方式它又不是又另一隻它是即類似我又是類似 上次說那個靈媒台灣的靈媒即後來信了伊斯蘭教那個叫蘇菲亞的、哦、那些咯，即去某啲廟喺某啲廟搞嗰啲，係啊！台灣近排啱啱車翁話近台灣最近有兩單婚呢單其中一單咯，係咯係咯係咯。咁呢單就點解要講咧？因為咁有拜一拜呢部分話拜一拜咁你然之後整呢啲咁嘢咪咩咯？係啊，同埋其他嗰啲成日都係又話玩暴力嘅。暴力 game 啊嗰啲啊，沉迷咩啊，咁然之後引發嗰啲啊嘛，嚇，即係兩個方向做新聞嘅啫嘛，其實一係就渲染到你即係玩呢樣玩嗰樣，玩得好沉迷，然之後另外一個方向就係啲靈異嘢啊咁樣嗰啲啊嘛，係啊，點講咧？台灣啲人迷信啲咯，你只要講咁變咗靈異新聞，好似感覺上多啲咯。
是的，不其实呢这里预可以即係容許我預告一下，下個星期我將即係呢下個星期係月底啦嘛，咁我係會講呢、這個。咦？又到月尾啦。係啊，又到月尾啦，咁就會講呢個靈異奇案噶啦嘛。係噃。咁下個禮拜有其實我有兩單咧係好類似嘅嘢，但係咧都係關於啲邪術啊。邪術。係啊，邪術嘅兇案啊。而且都是死好多人啊，係咯咁嘅案件咧，大家即係大家先預計我會講咩先啦。但係可以話俾大家咧，就係話兩單都死好多人嘅嚇，兩單都留低一個空宅嘅，有一個咁死咗人好難唔係空宅嘅嘛，師傅。有一單咧，嗰、那個空宅咧就係而家咧應該係好似賣咗俾外國人嘅。是咩？系啦，听讲就系个新嘅业主系外国人嚟，即系唔知几多年前噶啦，可能都系啦。咁然之后，另外一单咧就系、是个业主咧系免费租咗俾，即系免费租咗俾个和尚住嘅。免费租俾和尚住啊？即系和尚冇咁惊啊？意思系？和尚冇咁惊之余，仲可以帮佢喺嗰度超度超度啦，咁样。因为其实两单喺个过程之中咧，都系即系应该咁发生咗之后咧，那个空宅留落嚟咧，都系话俾有人住过入去，都系住一声又系要走嗰啲嚟嘅。咦？今次我自己住系会睇下考虑下会唔会两单赖埋一齐讲，定系一单还一单？咁提到呢度咧就系、是。點解要咁講呢？因為今日鬼故放題啦，咁最近大家都睇緊波啊，咁我唔好講啦，今朝先死咗咩龍門嚟啊？嗰、那個咩隊友嚟啊？靈異事件嚟啊！我都打鑊佢啊！靈異到都打鑊佢，佢係接到嘅，唔係接喎，佢好似係迴傳，我都唔知佢做乜嘢，好似迴傳定咩踢咗俾隊友啊嘛，黐線嘅，當咗個係頭嚟嘅咁啊，點知？總之離譜啊！係咯，咁唔係，其實呢度唔係講波嘅咩啊？佢講算啦，你俾我哭波桑，你哭波桑，仲有機會嘅。而家冰島幾比幾啊？冰島頭先見到輸緊喎，唔係啊，有人話入咗波啦頭先。頭先喺 chat room 有人講㗎，你啊你啊贏緊冰島1-0。咁就冇機會出線啦，大家應該知道我講緊邊隊噶咯，嗬？係咯係咯，咁下屆見啦，咁嚇2-0，交錯，係咯，咁下屆見啦。我想講嘅咧就係係咩啊？足球場上嘅唔係，除咗世界盃球迷之後咧，有世界盃朋友嘅，即係點啊？隔咗四年先至再揾翻嗰啲朋友咯。咁样嘅咩？系啊，讲开波啊，又搵翻嚟倾下啊，今届点睇啊？咁样嗰啲，大家一齐喺度交流下。有啲咁嘅朋友嘅咩？有。咁啱我就系搵翻个朋友啦。其实都系咁讲，搵翻有四年换一次嗰啲啊。系啦系啦，就系、是、话其实都唔呢、這个其实一路都有间唔中有提过佢噶啦，只不过咧近年咧就系疏啲冇玩得咁密。变咗隔咗四年先揾嘅啫，应该中间都有见过下面，但系真系坐定定就冇啦咁样咯。咁喺见翻佢嘅时候，佢而家其实做紧装修嘅。啱啱就系点解讲话空宅嗰度咧？装修，我就系、是、听翻起佢讲咧，佢就系话佢而家因为佢做嗰啲墙咧都几偏向豪宅嘅，其实。而家好似起嗰啲豪宅好多噶嘛？同埋我個 friend 嗰陣時俾心機啦，即係夠落力啦，你當做到啲即係自己可以接到生意咯。嗯、即係有啲裝開收嗰啲人，自己私底下揾佢做啦。咁、哦、所以佢周圍去啲豪宅嗰啲啦。總之佢接到有客仔就去做咁樣，係啦，係啦。咁佢有一次最好似話舊年嘅事，就係佢話終於試過咩叫做空宅啦。哦，即係佢去咗空宅做嘢。係啊，佢去咗試過空宅做嘢。有一次就係佢話係粉嶺嚟嘅，應該係啲
點講咧？粉咧，我唔知道。其實而家啲豪宅純粹價錢嘅問題嘅啫。我覺得好多嗰啲間隔都唔止豪宅嘅。係咯，咁如果照計，我即係等於我嗰陣時講嗰啲豪宅，我列得入豪宅，肯定係半山先計噶嘛。嚇、啊！即係而家有個落差啦，淨係計價錢啦。咁佢就話粉嶺嘅豪宅嚟嘅。粉嶺嘅即係貴嘢啦，都係偏貴。即係我唔知佢講邊棟，佢冇透露啦。通常都係，如果佢講得我估咋自己會唔會係啲低密度嗰堆咧？如果粉嶺有可能啦，係因為有就低密度噶嘛。粉嶺我記得，即係嗰啲類似 penthouse 啊嗰啲咁。係啊係啦，但係幾層高咁一排嗰啲低密度。但係我聽佢咁講，又未必係啦，因為佢嘅講係有跳樓嘅。哦，咁低密度又應該跳唔到樓嘅。嚇、啊，唔係跳樓都唔會係影響太多咯，即係可能嚇、啊、難啲咯。你揀都揀得高啲啦。係咯，係咯，係咯，係咯。咁佢就係透露咧，就話點？佢話第一次做到間空宅，其實佢去嗰時唔知道。哦，即係call 佢去裝修，佢純粹話：，誒、啊你有個 job 嚟。系啦，系啦，系啦，幫下手咁樣就去咗啦。系啦，但系佢一入到去咧，一打開門佢已經知係瀨眼嘢嘅。點解咯？佢睇各樣嘅，即系嗱，佢講明先嚇，佢唔識風水，唔識成啊，即系一開門就唔舒服嘅人。係見到啲間隔啊，油漆啊，係唔合理嘅咯。即係就算咁樣住都好啦，即係如果嗰啲位咁樣住得入去咧，個人唔方好運嘅，佢都覺得係。即係完全唔係一個俾人住嘅環境舒適嘅，唔係呢樣嘢嚟嘅。佢太舒適啦！太舒適。佢舒適到根本上你入到去會覺得昏昏沉沉啊！好、哦，佢嗰只佢話未見過人由屋企嘅顏色咧。嗱，呢個佢唔係任何有任何嗰啲顏色嘅分析啊，唔係有任何嘅風水啊、命理嘅嘢嘅嚇，佢純粹咁樣，因為佢已經都幫人做過唔少嘅生意啦，咁都叫做有個品評嘅能力啩，咁佢話即係見識多啲啦。係啦係啦，佢就話一入到去啊，頂點會用呢隻色嚟做牆色噶、啊？是阴阴沉，是灰灰地的绿色来的。灰灰地绿色，他是未见过人家会用这样的色的。灰灰地的绿色，是啊，绿得来是你觉得它是灰色的。这么奇怪，我都觉得奇怪，是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奇怪。啊，即是还要阴阴沉沉，他说入到去根本上不方精神。这样啊。嚇、啊！咁佢之後發生咩事咧？佢入到去，一搞就即刻問翻打電話去個老細度，喂你呢間屋幾錢買噶？幾錢買？幾錢買噶？佢然之後同佢老細同佢講個價，呢度唔應該咁平噶喎。即係比市價平一半嗰啲啊，類似。又唔係平好多，但係肯定係平咗100,000。哦，即係總之有個價嘅差距。他就已經聽落，即係佢想問翻究竟發生咩事，佢老細都唔知咩事，佢就覺得有平貨執啫。嗯，但係佢覺得冇理由嘅，喺呢區唔即係呢棟嘢都冇理由咁嘅，即係冇理由呢個價嘅，呢個價唔合理，係啦，即係太低啦，覺得係啦。咁佢開照喺度開工啊，咁佢都咁我接得呢個 job 又開工啦，嚇你俾錢我使啫嘛。佢仲有個 partner 嘅，嗰 part 佢仲有個拍檔嘅都喺度咁樣做嘅，咁、然之後咧，通常咧佢收早啲嘅，即係點啊？即係佢唔係同佢 partner 一齊收工，佢 partner 會收到8點鐘嘅通常。咁晏嘅咩？初頭嗰時其實佢依度頭先講話過咗初頭都冇理噶，然之後大家分開有啲時間，可能有啲翻晏咗啊。有個即係個佢冇講咁講啊，但係佢個拍檔就收遲佢2小時嘅，通常咁得意嘅咩？裝修好少可嘅喎，係啊，即係一個翻早啲，一個翻晏啲，可能做啲嘢唔同啩，可能唯有咁諗啦。係咯係咯係咯，咁翻咗3幾日啫。嗯，嗰、那個話喂，不如你夾翻同我一齊翻一齊放啦。哦，嚇！佢又要收咁嘢，因為可能佢慣咗嗰啲生活節奏啦。咁我個 friend 一話，
即係你個 friend 做翻中中意翻早啲嘅。係啦，咁諗住多啲時間嘛，收八點你真係大家突然冇咗。以我所知，冇咗啲生活噶嘛。正常裝修，我老豆做裝，即係做地盤嘅以前。都朝九晚六嗰啲噶嘛，朝九晚朝晚五添啊，我哋好誇張噶。即係佢褪咗啲時間就即係唔係一定唔係朝九，會再早啲八點到咯。係啦，八點到跟住就收五點零，咁就收工噶啦。咁即係你朋友可能呢啲慣咗，慣咗噶啦。其實佢都話咩唔係佢要求嘅話，佢唔睬佢噶啦。即係唔會同你去開加工啦，加工佢係褪翻時間嘅，佢會照翻。唔係佢再做多啲要加工噶嘛？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總言之，大家夾翻嗰啲時間一齊開啦。即係佢拍檔，佢已經覺得奇怪噶啦。咁然之後，即係佢夾咗好多次都未試過咁樣講嘅，未試過未試過。咁佢就已經覺得奇怪嘅。咁然之後咧，佢就問翻收咗工之後問翻佢點解要咁樣啊？佢話唔得啊，得我一個人咧。其實我本來我都頭幾日已經感受到噶啦，但係我試下勉強唔理佢得唔得啦？即係撐咗幾日噶咯。係啊，即係呢個係我 friend 聽佢嗰個拍檔講啊，我想勉強撐落去，費事麻煩你嘅原本，但係佢越來越過分咯。咩話？越嚟越過分，即係一開始冇掂佢，越嚟越。掂佢仲有啲嘢，佢做紧嘢嘅时候，佢系会成日控佢咯。黐线，系啊，做紧嘢喎。系啊，佢做紧嘢嗰时，即系系会控埋去，系撩佢嗰啲嚟咯。你做咩喺度啊？你做咩喺度啊？呢度我屋企嚟噶喎，喺度搞咩啊？讲到咁样，系啊，咁即系赶佢走噶喎。系啊，但系佢要做嘢啊嘛，但系佢又翻唔到咁早喎，惯咗个生活啫。哦，即系佢你个朋友五点几，当佢五点几走啦，因为正常应该装修五点几就换晒衫走噶啦嘅时候系见唔到嘅。吓佢嗱，我朋友就一路都见唔到嘅，佢就系觉得间屋好唔对路啫。哦，同埋问过个老细嘅时候咧，佢知道间屋肯定有啲嘢嘅。因为平咗橛啊嘛，吓、啊，但系佢就冇呢啲感觉嘅，不嬲都系零零舍舍嗰次就去到 feel 到，然之后佢 feel 到都算啦，佢话 feel 到冇嘢，可能真系纯粹间屋唔舒服嘅啫嘛。嗯，但系其实头先我有透露就话跳楼啊，佢哋其实喺呢个时候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未知喎，如果咁讲。后屘咧，佢就讲咗话控埋去之后咧，跟住第二日我个 friend 再去问翻嗰度啲看更，哦，最多风嗰啲人系啦，问翻到啲看更咧，就系话嗰度咧有个女仔，嗱佢有讲过话啲报纸讲得好暧昧，就咁乜可能赖咗啲咩为情自杀嗰啲噶咋？吓？系啊。但不是为情自杀，咁都是一个原因嚟噶。系报纸，但系即系看更知实情。看更话佢其实在之前已经是撞邪添。咁即系话唔止个女仔喎。系啊，佢话其实个女仔在那度住咧，其实已经是撞邪噶啦。哇！系啊，就系咁咯。咦？如果咁讲嘅话，唔系先，你个 friend 个拍档系见到嗰个系男定女先？我反而想知道呢、這个。佢讲咧就冇讲清楚俾你听。佢讲咧就话，其实佢讲话感觉到有嘢控埋嚟，纯粹唔到嘅，感觉到嘢啊。然之后听到有女仔声，哦，系啊，我以为把声好近啊，因为我以为咩啊？我以为系啊。你咁样讲咧，我以为嗰个女仔之前已经有另一样嘢喺度啊，佢撞邪啊嘛，我会谂紧会唔会之前有另一样嘢、我都有咁问我个朋友，但系佢就话咁你看更都可能纯粹收风嘅啫嘛，咁、可能佢都系一知半解，但系可以知道嘅可能系看更巡逻嘅时候会特别留意到。佢哋係有唔對路嘅嘢、即係個女仔就撞邪唔對路咁樣。係咯，係咯，所以佢透露出嚟就唔係報紙所講嘅嘢咯。
即系撞邪我要、啊。如果根据看间所讲，系啦系啦。咦？但系最后你个 friend 有冇完成单工程啊？有啊，其实因为仲有，唔系因为好快搞掂嘅啫。其实嗰度已经搞得差唔多七七八八。佢就本来佢个拍档就话谂住顶埋佢噶啦，其实争几日嘅咋。哦因为好少嘢嘅咋，嗰啲佢做装修做几拍嘅啫嘛，其他交俾第二啲啊系。哦，即系你个 friend 只系纯粹做呢一 part 装修嘅呢一部分仔。系啦，即系佢系一大围嘅一卷。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哦、自己做埋嗰几工咁嗰啲啦。佢咁即系话成个大装修有好多 part 啦。系啊。佢识唔识其他 part 啲人？其实佢揾嘅。哦，佢揾嘅，因為佢有啲大部分佢而家佢都係自己接嘅，咁揾唔到佢就自己落埋手落埋腳賺埋嗰幾。因為佢講到佢拍檔有嘛，咁如果佢揾埋其他嗰啲人，會唔會嗰啲人都見聽到或者感受到咧？咁佢就冇聽到啦，跟住打落、哦，因為其實差唔多完噶啦，真係就係話如果佢陪埋佢有咁巧喎，就係話佢之後陪埋佢一齊開就冇遇到喎。所以咦，你个 friend 个气够劲顶住唔通系？定系早收嗰个嘢唔出现咧？清楚啦，冇早收到就系陪翻佢嘢啲啫。咦，咁啊，一齐走，然之后完成咗个工程就冇事啦。咁即系只能估系你个 friend 个气场劲啲咁谂啫，唯有咁谂嘅啫。佢就唔系话气唔气场嘅，佢话不嬲感应唔到就感应唔到啦。咁但佢令到佢拍档咁都感觉唔到嘛？哦，咁可能啦，你咁覺得？我咁諗喎，因為你講到咁，佢拍檔都冇嘢嘅時候，似係會有啲加成咁啊，冇事咁樣咯。唔係，咁頭先講開都好啲，其實即係話睇唔到，淨係聽到。就係呢個引發，我點解諗住，即係依家都真係尾聲啦。我再預告少少就係點解我會將嗰兩單邪術嘅嘢都想講咧、嗯。我原本想講其中一單，但係我聽完我個朋友講呢個咧，又想拉埋嚟講，我就諗起另外一單咧，就喺附近嗰單咧就好係啦，即係你冇講唔出，係啦就。就好多手嘅裝修都話出事，所以我就諗起呢單嘢賴埋咗，所以我究竟月底下個禮拜究竟講邊單咧，我就諗一諗。就留意一下啦，留意一下預告啦。係咯，咁我今晚多謝課金先，無論如何。多謝課金，雖然兩個都係寫住我個名字，但係都係我嘅。係啦，係啦，係啦。咁時間其實嚟到呢度啦，咁下個星期再見啦。係咯，睇下我下個星期會唔會又續坐呢個位咧？好啊，好啊，好啊。好啦。拜拜。